啊，请坐啊。你好，林医生，我是和您预约过的。哎，请问有什么症状啊？我最近总是觉得胸口很闷。啊，还有吗？就是胸口闷，不信您摸一下试试。啊，不用了，这个除了胸口闷啊，还有什么症状？我最近画了一幅画啊，是古代的我。我真的想通过这幅画儿能够穿到古代。穿到古代？画儿我都带来了。啊，美女，这个你是不是挂错科了？我们这精神科啊在11楼。我没有精神病，昨天我做梦有人告诉我说，对着这幅画人的眼睛对视3秒钟就能穿到古代，可是我试了很多次都没有成功。美女，你要是继续这样的话，麻烦你出去，不要耽误我治疗别人啊！不信，你试试，只需要3秒钟。我试什么试？赶紧出去啊！